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。现在咱去宠物市场去拿一只恶霸去啊，是前几天定下来的，咱现在就得去给它拿走，去发货啊，再去看看恶霸的价格啊。走，来看一下，这给我带来了是吧？啊，给大家带来了。有恁家还有那些好货嘞？啊，是的啊。这个是货真硬，咱这一个，咱定下来是这一个啊，前几天定下来的，前几天去他家定下来的啊。看看这个，你来抱一下吧，带上。他说的拍视频看不清楚，要上个电视。上个电视。这是母的哈，看看。这头盘，这是伪体的吧？对，这伪体的，你看这体型呀，你看体型呀。行行。体型好的。头盘是不错，是母的哈。对，母的。这个是啥价？那个得8000。好家伙，那个能贵。你看，肯定得1000元1斤货。本身这样，像那样红蓝色的这样就是。这是属于红蓝色哈。对。这个头盘确实好。对。你蓝色的都啥价？蓝色的里边个有4000的，有5000的。现在养蓝色的越来越少了，人家都喜欢银色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对吧？对。现在蓝色人家都卖不动。对，这银色的它的价格。红蓝色现在是市场上是销量最高的哈，就是特别少这种红蓝色啊。过来。看脸来，让小宝，确实牛逼哈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最少啥价？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啊，我让你多谢我的天嘞，你让个5000块钱完事了呗，不要钱了，抱走，行行，能让多谢呢呢，这个吧，那2500就是了，好家伙，你怪大方嘞，我觉得要2000嘞，那还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蓝色都是最低啥价？蓝色的有跟这个差不多了呗，2000多块钱都。那哪有？那没有。没有呗，是吧？没有。这样都最低啥价？你给我说，行不？这样最低得4000多。这样最低4000多、嗯，哎呦，那有点高。哪个便宜啊？哪便宜？咱说现在的一个便宜的，说你拿这个还有这个。那个找得过这个差远喽。看看这个，这个跟比特呀。看看不跟这个体型。还真不这个体型好嘞。那个是最好看的一个哈，那个最少啥价？你说？嗯，真的，你要是弄大的话，最低就7500。5000块钱能拿百张呢？5000块钱拿不走，肯定拿不走。肯定拿不走。肯定拿不走，绝对拿不走，百分百拿不走。你多我得给你，我得给你多转过来的。这是串的呗？这是发妞头盘那么漂亮吗？这个、哎、嘴巴那么短。俺头盘要不漂亮，那这个价？也是。对，俺的看一下，发妞的，俺的霸气的。这尾巴有的就是闪电尾是吧？对，这是闪电尾。尾巴闪电尾哈，红三色。来看一下哈，走，咱这，那你一会儿把这个给我放过去吧。嗯。一会儿我来喊你吧，放完的那个2500拿下来那一个。行。一秒做齐了是吧？这里边都做齐了吧？对，都是三斤装完了的，咱能卖。行，咱再接着去。好嘞，好嘞，咱现在接着去看其他狗啊，这个有点贵，知道不？对，平养的。有要的再联系吧。我争取5000多6000多给你拿下这样的。走，咱再去看别的狗啊。这边还有灰太狸，哎，这雪纳瑞不错啊。这谁雪纳瑞啊？你的，公的母的？公的，几岁了？咱几个月？10个月了，有10个月吗？我看，看牙齿，哎，都黄了。哎呦，没有2岁，哟，黄来了，怪厉害嘞，这狗。过来，听你话呗。哟，还怪听你话嘞。哟，走一步跟一步啊，走一步跟一步。那你说的慢，你这人心都狠。我是水干活去了，我不理钱打工去了是？上螺丝厂拆螺丝去，拧螺丝。行行，这也你的吧？这个啥价？这个1600。这个1600。工人没了，清仓处理面有多少？我上那家拍就多少。我上那家拿去多少？这个最低多少钱？那个冰箱，那个冰箱拎不到工人。我跟你说话嘛。多少呀？1600。再说的，再说的。5个多月了，毛量那么大，好家伙！我看看，你便宜点卖给我吧，我自己拿回家养去。这个能当重工。1500拿走吧。我不要，1500不要。哎，你乖，你过来，你别生气。我看看那毛量，眼睛怪圆嘞，我看看，哟，确实好看。胖弟，恁家还净精品嘞，只有5个月，开3个月的牙呢，给刚长牙了呀。啊，刚满月呗。刚买云的，这是比熊串，这是那个萨摩串的吧？这毛量。哎，你跟我说最低啥价？合适我直接要了。我跟你说了，1600，我给你便宜一。你别1600了，你这狗你也知道，我不乱给你价格。这样的狗1500，你个狗子能拿走吧？1000能拿不？兄弟俩，行不，胖弟？啊？多少能拿？1500。啥1500？你不能再这样的。
我上心多少了？你才让了一百，我哪会？你才让了一百，那你重新问。这给我最低多少钱？1900。你一边子去吧，八百能拿付，我给你，我给你乱出价。哎，最少多少钱能拿？你给我说实话，我和实话直接我要了。我回家养去，别养了，1400块钱，你要能拿就拿了。1200能拿不？1200我直接都秒。嘴拿不了了。1200。嘴拿不到了，哥们。拿不了都不拿，我无所谓，东西好东西多的是。对。今天不光你自己有，人家那边都有，知道吧？你再找，你找便宜的。那你给我说，那你那小比哥多少钱？那胖弟，那家里给我真不孬嘞，小比哥。比哥1400。1400，比哥有点贵了，公了没了，公了。这个呢？这个你要拿，你也别给我讲了，你国家比比中一样，1500。比中不是说的1200吗？1400啊，1400，1400，这个是多少呀？一个价。一个1400。对，同意出的。可能再少一点不？这个你要再叫我，这个你要叫我再少啊，你就没大有人情味了。你要减肥不？你要减肥不？你要是让我200块钱，你绝对能瘦下来。别打，我不想瘦。你不想瘦呗？行行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。今天就到这里。这比熊也不错，这雪纳瑞，这比熊是真好，这比熊公粮是吧？都是公粮。对。行行，来关注一下，来关注一下。咱把这个恶霸拿走吧。来，接下来把这个恶霸放投影布去吧。啊，好嘞。都放投影布吧，那个投影布。这你俩的狗质量上扬，这个狗。啊！三点一秒做完了。啊，还用再补一点吗？不用补了。不用补，那行，你给我放这里边吧。拿个笼子来。来关注一下啊。